おはゆめ、今日も頑張れ、毎日可愛い、天宮ゆめだよ。台中在地训练上来啦！大家来台中都怎么挑选伴手礼呢？这次ゆめ帮大家挑选了大台中各地的伴手礼名单，让你来台中玩都不用烦恼买什么啦。首先是海鲜伴手礼，台中海鲜包括了大甲、清水等地。这边首先介绍的是金条肉干，发源于大甲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使用台湾健康猪后腿肉以及隧道式烤箱进行高温烘烤，还有完美比例1公分厚度，肉嫩多汁又 Q 弹哦。接下来是清水有名的清水米棒，棒棒棒，包装以清水鳌峰山下五福圳自行车道及国际著名景点高美湿地的美丽风景为设计理念，内容物米棒严选在地生产的糙米，并搭配各类谷物，依黄金比例制成，是最具地方特色文化及老少咸宜的好零嘴哦。接下来是推荐台中市区必买，位于西区已有30多年历史的扎味轩鲜奶太阳饼，香酥的外皮搭配松软高级的麦芽馅，并融合鲜奶的香味，入口即化，不甜不腻，是送礼的第一选择哦。再来是位于西屯区的如意堂现金流蛋黄酥，以精选咸蛋黄配上纽西兰安佳奶油制成的奶黄流沙夹心，搭配日式红豆泥以及帕玛森起司，吃起来爽口不甜腻，礼盒更有财源滚滚川流不息的寓意，相当精致又好吃哦。除了海鲜及市区外，再跟大家推荐几个优美喜欢的伴手礼。首先是爱嘟嘟高蛋白曲奇饼干，有高达40%的蛋白质含量，通过 SGS 营养成分检验，无任何添加剂，吃起来轻盈无负担哦。再来是这个伯爵红茶包心蛋卷，100%真实的食材，经过专业制茶技术，散发浓郁的佛手柑香气，清新的口感，不甜不腻，每一口咬下都可以享受满满的红茶味哦。最后是这个花见里凤梨的滋味，使用优质台湾金钻凤梨，低温烘干超过30个小时的新鲜水果干，原汁原味原形的果干，保留了十足的果香，无任何添加物，是非常安心的健康食品哦。以上就是优美精选台中各地有特色、好吃又好买的伴手礼啦。不管是要送礼，或者是留着给自己吃，绝对物超所值。重要的是，以上所有产品都有获得台中十大伴手礼的好礼标章哦，代表这些美食都是美味又有食安认证的伴手礼哦。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我是台中在地虚拟偶像雨公梦。台中好礼标章，让你送礼好简单。